校长，乖乖粉的流，华仔全国演唱会明天试音了，校长。我是不会让你去卖口条的。那是唱歌啊，唱歌不就是卖口条吗？再不折腾你的爸爸，看着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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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校长说我的肉厚是美声啊。难道你唱歌用屁股吗？骗你的。我们是春天，春天的花花，我们是春天的花花呀，我们是花花，春天。这回准能行吧？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学生，不行呢，回老家。我们又去啊，好想你吧，哦啊。